听见我妈讲话的，她说，赶紧回去一下，意思是说如果不回去的话，就来不及了是吧？不回去的话就错过的话，那就回不去了是吧？好像是这样。然后我在梦里面。好像是跟我弟讲话是吧，说我妈刚才这么说的是吧，赶紧回去，变成在中国的，好像跟我弟讲话。然后好像是被关在，就在中国好像是被关在什么地方，马上回去是吧。然后我妈好像就是那个所谓的家里面是吧，她连钥匙都没有是吧。就是中国人穷到这种地步，连钥匙都没有，锁门的那个是，就是用什么铁线弯一下嘛，弯了好几根那样子，就一般的人没有工具的话就撬不进去，有工具的话可能就能撬得进去。然后梦里面好像是被囚禁在什么地方，囚禁在外面，然后我弟也是被囚禁在外面，全部都被囚禁在外面，是吧？全部都被囚禁在外面，就不让你待在家里面。然后听见鬼讲话，他说什么？醒来的时候看见，说是巨大变化是吧？扣留起来，全部都扣留起来是吧？那就是说，如果回去的话，估计全部都，就是我被关起来是吧？我弟也被关起来，都扣留在外面，就是不在家里面。就好像是被隔离在外面嘛是吧，反正就是你这个就是没有逃出来的话，就是说那个武汉肺炎，那个病毒，冠状病毒没弄死的话是吧，这个疫苗也可以把你给弄死。他说给你打疫苗，说不定是打毒药了是吧，说不定是打毒药，因为我也就小的时候有打过针嘛，我这一辈子好像打针的次数基本上没有啊。那人家说给你打人家说给你打什么什么疫苗，也许就是给你打毒药，就像给我妈打毒药一样的是吧。那因为疫苗它有不同的反应啊是吧，有不同的反应，然后就说你是疫苗反应不良，然后被死的是吧，所以说都可以把你弄死掉。那我认为你也没有必要这么紧张嘛是吧，这土耳其就像蒋婉正说的可以引渡的，土耳其跟中国是有引渡条款是吧，你要把我怎样的话，那你把我引渡回去不就 OK 了吗。这个其实那个原乡居士我估计不是什么好人是吧，因为你这个在他一直讲什么李克强怎样一直攻击李克强，你这个在这种人是很糟糕是吧，什么家属是，但这个惨的都是老百姓，你在外面你隔岸观火是吧，你坐上官虎斗啊，你很高兴是吧，惨的都是里面的老百姓是吧。那至于说其他的官员怎么样，其他的官员还有他说什么，他说能爬到那个位置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认为这句话也是有毛病的。这话不能太绝对的嘛，因为有的人从秘书角度来讲啊，从秘书角度来讲，你因为有的人他走上好运了，走上好运了是吧，所以他一路上通行一路上都能往上走，所以说你就是说比如说李克强，你抓不住他的把柄的话是吧，就无罪推论嘛，无罪推定是吧。
我是这么认为的。你因为有的人时运比较好，他没什么作恶也能爬到那个位置，这因为这个时运有关嘛。还有他讲的有一句话是说啊，不需要很多人参与这个革命哦，只要一小撮的人参与革命啊，这个革命就能成功。这句话是对的，那绝对是对的，因为这个都是天意嘛。因为有的人他有那个天命，他那个八字很好，他走的大运又很好，是吧？他哪怕就是说这个参加革命的人是很少的，但他也能做成事。只要一小撮的人跟随他，就能做成事。我这是相信的，因为这都是命里面啊，命中注定有天命，这怎样他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但是呢，是吧？像毛泽东是吧，他也是。他一小撮的人，那当然他还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嘛，是吧？这个毛泽东他也是应该也是他的命运决定了他会达到那种那种境界嘛，是吧？但是一小撮的人参加革命的话，他这里面就一个很大的毛病，是吧？就是说他不管革了多少次的命啊，他就一小撮能掌握了这个权力。而且毛泽东的前面那个不是已经演绎给大家看了吗？他还是家天下。你别听他那个放的屁，很好听，是吧？他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就不是另外一种，他是另外一种人了，是吧？他就像毛泽东跟邓小平一样的，不好意思，说家天下，马上就瓜分这个国有资产，是吧？等到他下一代的时候，他就称帝的，他的下一代就称帝的，是吧？就是他这一团伙的下一代就称帝。所以说中国他这个就是都是靠一小撮的人，他的时运好，他的八字好，他的时运好，然后他能够成为开国的皇帝。但是呢，是吧？他因为这些人接近权力，是吧？掌握军权，是吧？这个就根本搞不成那种民主，根本就搞不成民主，是吧？他兜一圈也就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是这样。关于就是说，像比如说像李克强这样子，时运好，他能到那个位置，是吧？也许他手上没有多铿锵，也能到那个位置，有这种概率，有这种可能啊。因为是吧，人只要他走上时运好，然后他再保持一些良心，他可以不沾那些鲜血，是吧？不沾那些东西。但是还有一种思路，就是说既然中国行贿受贿那么普遍，是吧？你看只要华人在的地方，好像是吧，都有行贿受贿，是吧？华人走向全世界，是吧？只要他们在的地方都有行贿受贿，他们把这种中国的优良传统带向全世界，是吧？所以讲中国行贿受贿是非常普遍的。但在这个国度里面，我是没有行贿受贿啊，我的日子那是可想而知有多难过，是吧？多难过。你别看一个个人模狗样的，其实他们背后是吧，可能都有行贿受贿，只是咱们没什么证据，是吧？那你想一想，我的日子是吧，在这个行贿受贿的大国里面，就是说行贿受贿在中国，就是说你没有行贿，你没有行贿，你要在那个位置上待下去，或者要怎样，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或者说你在这个单位里面没有行贿，那你简直就是反人类罪，在他们看来是吧，他们就是这么想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我是吧，我没有行贿，没有行贿是吧？
那当然我没有行为，一个方面我没有这个习惯，因为我的家庭是在学校，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是吧，因为我也没有行贿的那个命，我没有资格行贿是吧。因为一开始那个我的敌对方公号老婆那一派就一直讲我们家行贿是吧，我们家行贿就是行贿的那个一担多的柑橘，一担多的柑橘是吧。所以检察长非常愤怒是吧，叫乡镇下面的人拿了一两袋柑橘扔在他的那个宿舍。他那个时候宿舍跟那个办公室是同一楼，都是在三楼呢，检察院那个三楼。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柑橘算什么了是吧，算什么。所以有两个因素导致就我本来就不擅长于是吧，基因里面就没有这种基因，然后又是处在那个学校的环境里面，然后更关键的我并不善于交际是吧，我并不善于交际。我如果有什么朋友，那也就是同学的时候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起码还是有的。但是呢那个王彦珍他是作为特务进来的，所以他们特别热情啊，这样子啊，特别热情，特别的主动这样子，他是特务。那孙玉欣那个是我是自然认识的，同学嘛，女同学。因为女同学你在学校的时候肯定会认识一些很多女同学嘛，那个性情稍微还能够过得去的，当然就会关系稍微好一点嘛是吧。然后那个温雪娇也算是同学，关系也算比较好那。这个所以讲这个上面哈，昨天晚上我感觉很可能这个三楼已是不是搬了不知道，那他可能也会，我不知道，没法确定。那昨天晚上看见一个新来的人，那他敲我的门说我钥匙忘在外面是吧，我要昨天我就晚上我就忘记钥匙。那一看那个人也是，这个人也很热情哦，一个男的，这个人可能就是我前天那个梦里面或者说半睡半醒之间啊，说有一个男的跟我怎么样是吧，会跟我是吧，说醒来以后听见鬼说是加拿大，可能已经安排来，也是特务，这绝对是特务是吧。这个人长得也还可以是吧，估计是特务，特务。他特务是干嘛的，他都是特务，全部都是特务。他这种所作所为都是不露痕迹的，习近平物件嘛都是不露痕迹的。他派这个人进来很可能就是说给你希望啦，你有希望，你有未来是吧，你堕胎是吧，你堕胎。那我那天是想不堕胎的，我不堕胎就是说他意思是说我跟那个梦里面那个人还有个这个清洁工都不成，无所谓成不成是吧，无所谓成不成是吧，无所谓成不成，因为自己的孩子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狗屁知道吗，都是狗屁，更何况这就本身就是特务派进来，这绝对是特务派进来，因为在我周围特务非常多是吧，特务多级的。去年的话这个清洁工，去年我第一次来的这清洁工啊，还有基本上的那个江湖的道义嘛，那我第二次出来的时候他应该就有根本性的变化，根本性的。那他之前就是说因为他没有女人嘛是吧，他处境很糟糕。那第二次出来的话他是有根本性变，但是呢这个他那些特务派进来，就个高个子女的派进来之前是吧，他意思是就是说没人关心他是吧，他家里面只会向他要钱，没人关，因为他家里面是战乱国家嘛，他也就是这么一个男丁出来赚钱
是讨生活嘛，一个家庭支柱这样子。因为他家庭，他那个国家是战乱，没有工作机会。嗯。所以讲，他认为什么？他的这种选择也就无所谓。但是呢，自从习近平福建帮安排的这个三楼了，之前那个三楼，就对我投那个神经毒素的那个三楼的药师，通过药师投毒。还有派来那个什么高个子女的哦，高个子女的长得丑，但是她身材确实不错，是吧？身材确实很不错，但是她就是说长得丑，是吧？但人家毕竟年轻啊，是吧？毕竟年轻，这个岁数不一样，她应该是有根本的变化，所以想男人根本就不靠不住，是吧？然后。习近平福建嘛，他那个做的，他那个渗透吧，都是滋润细无声，滋润细无声，是吧？就这个，这个男的应该比前面那个派来的那个帅小伙子，来的个子高，可能那个帅小伙子前面那个也是特务，是吧？那个帅小伙可能岁数小一些，是吧？小一些，都是特务啊。都是特务，社会是很复杂的，像我这种人也只有说在这种难民遇到难民的时候是吧？发生这个，哎呦这个，之前呢有一个伊斯坦布尔那个，有遇到一个男的，是，当然我没有视频过，也不知道对方，没有视频过那就不能确定啊。那如果真的是这个人的话，也许他已经习近平福建嘛已经把他控制了。可能通过那个我们那个聊天的怎么那当然还有具体的原因嘛，是吧？社会都是非常现实非常约束的，就是说你能抓住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他们可能对我妈的那种策略是吧，对我母亲的那种策略都怨惯了，也怨在我身上，我不买他们的账啊，我不买他们的。因为这个清洁工呢，他我遇到他是偶然的，是吧？那这个旅客，这个又住进来，这绝对是特务了，是吧？长得还是有一点帅的，个子，相对来说比较高大，比前面那个小伙子高大一些，这样子是吧？他可能是希望，我的脑袋瓜跟我妈不一样，是吧？你怎么搞都没用，那可能就是说，如果回去就被扣留起来。扣留，绝对扣留，是吧？被抓起来。数字化货币是吧？数字化货币这件事情呢，其他国家好像也有，好像北欧国家也是有的。那人家那个货币可能应该能够兑换其他国家嘛，是吧？其他国家的货币，但中国不行嘛。就是我一出来，我一说我在这外面有难人是吧？习近平就叫了内循环啊，内循环，内循环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不要找外国男人是吧？你不要跟外国男人睡觉是吧？内循环你应该找中国的乌龟王八是吧？不然的话你找我的特务，我派给你的特务嘛是吧？这叫内循环，知道吗？他什么鸡巴都要控制，他如果什么控制不了，他是睡不着觉。我刚才是没不想搞视频，听见鬼说可快回去是吧？那想搞的话，我妈说都爱，就是说我弟坏了我也坏是吧？反正都得坏，迟早都得坏，早坏跟晚坏，都是一样的是吧？这个就是反正在国内应该在国内我早死是吧？早死了，因为肺不行嘛，肺不行。西方是这地方肯定是中国的西方嘛，是吧？他确实的，你看土耳其的人的死亡率是很低的，是吧？一天也就是十几个，几十个，至多几十个这样子，他的死的死亡率很低，他死亡率要比那个得病的概率更低的多，是吧？
这个民族可能身体是比较好的，是，你看我在这外面有的时候会一颗哦，但基本情况都好，在，我回去那一个月，天天每一天都吃药，每一天没有一天不吃药是吗？不吃药就不行了。我在这外面开始也有吃药是吧？断断续续也吃，后来我就索性不吃了是吧？不吃的都是不吃的，那药一直放在那。这个药你哪怕扔了，你如果不吃你还能健康，这就是 OK 的。所以说本身这个东方嘛，东方是属木的，肯定对肺不是太好。这逃出来西方啊，西方是属金的，金是肺是吧？我肺确实不行，确实不行。肺的话是我母亲是吧？肺也是，金也是我母亲，金是肺也是我母亲是吧？我肺不行，我妈是很容易死的，我妈是很容易死，我也很容易得肺病，也会因为肺病而死，我最后可能是因为肺病而死嘛，是吧？然后确实这外面好多了，我出来就是身体确实好多了。我在福建的时候呢，哇，那个心绞痛呢，逃到北京去北京哦，基本上没有心绞痛。那西方看来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西方这个社这个国家，有所得必有所失是吧？然后我弟那个，你就是本身身体就不好。就是说在中国你只要有一点点毛病，那肯定就把你给关起来隔离，那你死得更快。因为他那个他就是叫你快点死的是吧？那我在中国的时候那个病的相当严重，那绝对是被抓进去隔离是吧？那我在这外面只是有一些小毛病是吧？如果这个地方是共产党统治的是吧，只要你有一点毛病也会被抓进去是吧？所以讲鬼早就说了，说我如果在中国我早就死了，已经烧成灰了是吧？然后这个数字货币的话可能还本来还是可以兑换外币是吧？那因为我逃出来，他就叫内循环是吧？你不要跟外国人睡觉是吧？然后又说，然后这个我出来有男人是吧？他们就马上搞内循环是吧？马上就出台数字化货币，然后要搞是吧？并且还不能兑换成外币是吧？那可能是这个样子的是吧？这个就是内循环是吧？数字化货币也是内循环，也是内循环。可能本来其他国家不是内循环，但他要搞成内循环，变成北朝鲜是吧？他就是实施这个样子。梦里面没看见我妈丈夫，好像他有存在，但没看见他这个人。梦里面也听见我妈说是吧，回去要撬，好像是说那个门啊，我妈就给我显示那个门是好几个铁线那样子，比较稍微粗一点的铁线，弯一下扣在一块，好几根铁线那样子，那要用工具去把它撬开。但我梦里面也没看见我妈，我妈丈夫好像也存在，但是没出现是吧？那他那个是死了还是怎么啊？然后有黑社会背景的弟媳也没有看见，他那个儿子也没看见，他这个就是地下党是吧？这个黑社会就是地下党。所以他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他确实非常害怕是吧？你们逃出去，你们他死是吧？他怎么可能让你那个是吧？那起码你现在不会被打疫苗啊是吧？起码我不至于死掉是吧？你就真的在国内被你那个病呢比相也是挺严重的咯。
然后他就把你给抓起来隔离啊，你能经得起那个折磨？嗯，那个吃的又不好，环境那个旅馆里面那个又脏啊，那自己住的房间那毕竟是自己的吧，是吧？反正他可能都是一切的一切都是针对我还是怎么，是吧？看来我这个人还是相当重要的，是吧？嗯，那反正梦里面没看见我妈丈夫，因为他，当然他就是他们那一派的人，所以说他不至于被扣留起来，扣留起来就是我弟跟我，是吧？可见我弟那个儿子到底是谁的儿子，这个就难说了，是吧？怎么他就没有被扣留起来的，是吧？他不在，没看见，是吧？人家都过着好日子的，是吧？这个就是出生啊，这个就私仇，私人的仇恨，是吧？那有问题的肯定的，他要整的肯定就是我，是吧？那我弟是卑躬屈膝呀，怎么是吧？对中共是非常的怎么忠诚，是吧？那都没用，应该他那个出生可能也不对，是吧？当然这个都要 DNA 鉴定才能知道详细情况，这个没有 DNA 没有发言权，是吧？那我应该绝对是公号的私生子女，是吧？因为我否则的话不至于说你这个仇恨这么深嘛，是吧？仇恨这么深，因为不是的话他跟公号也不可能花了大力气让我进那个闽江职业大学，是吧？不可能的。你只是一个弹琴唱歌，他凭什么给肯定是跟他有血缘关系，是吧？才可能这样，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嘛，是吧？人性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把自己说成是伪观证，这个都是非常自然的，是吧？你说防腐都有损失性的防腐，这种东西更是的，是吧？从我那个八字看，就是说我的肺不行吧，很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我妈很容易被谋杀，很容易死掉，很容易被谋杀。就是说我妈的情敌那一方面是吧，福建帮的很喜欢谋杀，他们就是可能中共那里面他内斗长期的革命的过程当中都是杀出来，都是谋杀，是吧？都是谋杀，有一些的人怎么死的，是吧？比如说什么刘志丹怎么死的那个，是吧？他都是共产党里面内斗，他很容易死，非常容易死啊，塞，非常容易死，非常，所以反正就是从我妈那个从我那八字看，是吧？我母亲就很容易死，但是呢，我妈过去经常讲是吧？说有一个算命的说她啦，说她丈夫很快就死了，这那可能是我妈，年轻的时候啊，她敌对方的公号老婆的那一派，一直派什么算命的先生跟我妈讲了，是吧？套近乎跟你讲。一直讲你丈夫很容易死，他这里面的丈夫不是说我妈丈夫的，是说那个公号，一直讲我妈过去一直讲的，他反正就是一直公号老婆那一派啊，福建帮的一直散发这种舆论，但其实他们是想办法谋杀我妈，他们还不会暴露自己，他们的终极目的就是这个，知道吗？终极目的目标就是这个。然后就是大概是1999年到2009年，这个好像1999年到2009年。这10年哦，我正好走上人生大运，这正是吧？他们谋杀我母亲的好机会，是吧？他也不需要说，
到现在这个权力这么大，那他那个时候的他那个时候权力就已经很大了，那就是习近平定为王储之前就已经谋杀我母亲了，我母亲是在2005年就被谋杀了，是吧？就是他这个要杀一个人也不需要太大的权力，是吧？那他这个一旦权力变成这么大的，是吧？这么大的，那杀什么人都可以杀了，是吧？所以说很多人死掉我也觉得他都是应该死的，是吧？这都是陪葬，是吧？因为你说西方的人死了多少，18万了，是吧？美国死了18万啊，应该死的，因为你们都是纵容啊，你们一直在纵容这些杀人犯，是吧？你们一直在纵容杀人犯啊，不是说这个中国的这边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跟你们没关系，跟你们都有关系，是吧？有一天都会报应到你们头上，是吧？如果你们的那个不秉持那个公平正义的话，是吧？有一天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落到你们头上，是吧？你看那个他们我后来就越来越感觉我的不幸啊都扩大到别人的身上去，是吧？比如说我没有孩子，是吧？那别人的孩子在幼儿园里面被砍，是吧？读疫苗，是吧？还有读什么读奶粉，是吧？这都遭害了。你看我没有房子，是吧？我没房子，那你看这一次，是吧？多少人的房子被淹了，是吧？这我就是感觉，是吧？我的不幸好像都会扩大到别人的身上去，所以说这个，世界其实是共荣的，不是说这边遭灾的你都不管他了，你能够安然无恙，那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是吧？更何况现在是那个。通讯啊，旅游啊，飞机啊，什么，这都是很频繁的，都是非常发达的，旅游业也是非常发达的，要去哪里都是很方便的，是吧？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也都是报应，是吧？反正过去他们老讲。我妈老讲的，一直讲一个算命先生跟他怎么讲啊，那个算命先生真的是吧，也是被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他就是说把任务完成的非常的完美，我妈相信的，是吧？但我这个人天生是多疑的人，我20几岁的时候我那个心态就跟40几岁一样，一模一样的，是吧？那我妈40几岁的时候，我就是那个闽江职业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20几岁，我心态跟40几岁一样啊。我那个时候我妈40几岁，她那个心态我感觉的她好像跟20几岁一样，还是很天真啊。所以她不行哦，她就是什么东西一蛊惑就那个了，我是不买你的账啊。我就是生我自己的孩子啊，是孩子不一定有怨的嘛，不一定有怨，但自己孩子总还是比别人的孩子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嘛，是吧？那当然也不一定，有的可能是别人的孩子会比你来的好，但是那个是在比较自然的环境里面才可能产生的，是吧？在这种敌对方啊，各种渗透啊，是吧？就是你看我弟是吧，我妈的儿子其实也被他们收买了，也被他们控制收买了。那当然因为他那个父亲是他亲生父亲不是，我也不知道，也可能是嘛，也可能你没有根据这个可能60%是嘛，我也只能这么讲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反正什么东西，那当然这个还在肚子里面，是吧？当然有没有还不知道，是吧？还不知道，你要那个 B 超做出来真的确定了，这个大夫啊，这个护士还比较
公正的告诉你是不是怀孕的呢？因为在钱买收买下面，什么事情都可能啊。有总比没有好，就是特务，这特务。我跟这老板说是吧？我说你如果再有其他的员工进来，他们不要再到我屋里来了是吧？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是吧？他就是说看见这个开始要强奸你的这个人哦，他觉得这个要强奸你的这个男的不是又矮又丑，他们就很愤怒，非常愤怒是吧？不是又矮又丑的这个人来强奸我，那他就很不高兴哦。所以说他们很可能会又在这里面安排这个老板，安排一个又矮又丑的来啊，然后到我屋里，我就跟这老板，你如果要换员工的话，不要换新的，不要让他来，因为我怕就是说是特务嘛，那我说有这个到我房间里来，就这个清洁工还有前面那个经理当然也被收买，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两年以前已经在这里工作了是吧？他可能在这里工作不止两年，他之前这种收买不是非常彻底的是吧？但他们就是说一定要得是自己人，非常彻底的自己人，然后安排这个就很可怕了是吧？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底细。这个的话，这些员工他怎么说他是老板的员工，你对你这个职业道德，基本职业道德要有那么一些嘛是吧？还有这种人，他们的背景就是说也并不是完全被操在这些人手上，他们可能安排的特务不是完全操在他们手上，这个就非常危险了。